我派跟我一样，面包。昨天的那个肉桂卷，刚用好，刚烤好的。刚烤好，刚烤好的。OK。好吃吗？你也喜欢苹果派吗？还好。我第一次苹果派是在 Mark 吃，100块。它是一片一片的，这间店我喜欢它的品质，很用心。嗯，但肉桂卷真的是不输，真的是明天再外带一个。明天？不，今天外带一个，明天。它甜甜圈就有点普通，但是它。好吃，但是没有那么特色，因为这个太强烈了。但我觉得这甜甜圈是它的那个糖粉，就是开心。嗯，先自己都得。这杯子看起来很漂亮。嗯，超漂亮的杯子，你要不要买一个？有点想买一个。这间是我们早餐吃的面包店，然后是车站，等一下搭车的地方其实就在旁边，所以超方便。这间真的很好吃，七日町他们的原油巴士，超可爱的。乘车证明书，只见线的发车时刻表。虽然班次其实不多，所以都要看好时间。如果是搭电车的话，刚刚他发现了这边的雪，脚踏车上面雪积的很好笑，大家都长得一样，好像好多馒头。有点飘雪，哇，好漂亮哦！就有一个人啊，说雪还看不够，我想说来这里应该是一个好天气。洗衣粉啊，洗衣粉。鬼怒川温泉车站，我们最后一个晚上要住的地方是乐天的小旅馆。最近这两年很流行的东西，它是这两年才开始盖这个的。然后有可以选择，我们是没有选择可以一起放车子。像下面这一间106，它车子就可以停进这个车库。哦，那如果你是就是汽车旅馆的感觉。你选择楼上的话，你的车就停在这里。嗯。Let's go。Go。先 check in。好。先 check in。我们住204。第一间就是我们了，走走。好的，带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要住的地方。这边有一个不用钱的洗衣机，然后洗衣架。一进来的这边，这个是他们的厕所。好，厕所。洗手台，然后右边就是厨房，可以自己买东西回来弄。这边是淋浴间，
淋浴间外面就是可以泡汤的地方，然后他们是人工温泉，对，镜子、洗手台，它是蛮干净的，而且是有成分的温泉哦。我们俩都没有，还要去买沐浴粉呢。对啊，这边是一个合适和榻榻米，因为它可以住二到五个人，所以原本可以放三张床。对，然后这边有投影机，可以看 Netflix。很多都可以看。最后就是它外面有一个像这样子的阳台，然后还有烤肉的烤肉架，所以我们等一下晚上要自己回来烤肉。这是看出去的感觉。哦，对，还有这个，从这里就是开门可以看到隔壁，就是刚才那个泡温泉的地方。刚刚突然发现这边有一个咖啡，是胶囊咖啡，胶囊应该是胶囊吧，对，胶囊咖啡，还有吹饭机可以煮饭，根本像一个家里。微波炉跟冰箱，然后这边这个是什么，杯子之类，衣架，要付这个，我们就不用买了。付什么？法露米。对，我们刚才本来想说去买铝箔纸。还有这个 Lucky， 它也有付。真好。它有付开酒瓶。下面就是一些锅子。哇，这是给人家开趴喝酒。他说。然后这个简单的，好漂亮。这我们都不用买嘞。对啊，我们只要买食材就好了。不要说讲话。这个也都有哇，都我家。现在要去直接去超市买食材，晚上烤肉。超市，我们现在挑猪肉。这盘看起来比较漂亮好吧，油花分布均匀。干豆腐。Oh my god, shut the fuck up, I ain't hearing what you gotta say. What the deal, how you feel, not important. All I'm thinking about is riding in these Porsches. But don't be coming at me with that horse shit. It's so delicious.饿了，好香好香，要不要先吃一个看看？吃了，先喝杯酒啊，好大片，いただきます。林婉做早餐，很开心啊！
小武士，超可爱的。我们现在要去搭免费的接驳巴士，去搭缆车。到了这个公车站牌，我们要在这边等10:50的接驳车。但是这个巴士要预约，我们刚刚先打电话。巴士到了。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はい。检查，等一下要搭巴士下去的时间。OK。我们来买缆车的票，1100。他的手很可爱，超可爱的，好想摸。好吃的脚。这边是看猴子的地方，然后这边有一个展望台，很漂亮，可以看到很远的山。是展望台的另外一边，看起来也很平静。想说往上走走看。等巴士的期间，我们先来隔壁的神社看看。这是鬼怒川温泉神社，然后隔壁是藤原护国神社。就是等一下要搭的接驳巴士，哇，这样看过去超漂亮的。对，我们找到了这间 Kikaku 炒面店，只有外带。10年ぶりに飾ったの。すごいいいじゃん。ねえ。大丈夫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ね。大丈夫じゃないね。
でも私捨てられないから出そうと思って。お客様、はい、はい、できました。炒麺一个300。300元。本来第一次买的话还会加一颗蛋，对，但是蛋没了。对，老板，这个我们对不起。超级客气了。那个后面的大龙，我们两个都觉得超级好吃，是我目前在日本吃过最好吃的。后悔只有买300。对，应该买500以上。我们又走回来买了，这间真的超好吃，我在日本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炒面，因为大部分很多都是很咸，这间完全不咸，就是很刷嘴，会想要一直吃，很厉害。而且它离车站走路大概5分钟以内吧，很快就到了，就直对对对，很好走。ありがとう。嬉しいわ。うますぎてなんて言われたら。今日は何時まで？そう、まだ白石の方、なんか狐村、はい、狐村何我们要回家了，耶！我已经拍了。